有人吗？我是地球雄兵连的一名超级战士，国家为我们设计了昂贵的黑色作战服，只因我们拥有来自未来科技的超凡基因。但这并非好事，我们得因此要肩负对抗入侵的最高重任。他们来自其他星球，拥有邪恶理念，猛烈地攻击了我们。我的父亲是一名上将，在战火中牺牲，被称为恶魔的外星人用先进的战术狙击了他。我们无力抵抗，通讯被毁，再也联系不到其他战友。漂浮在空中的恶魔双翼时时刻刻侵袭人心，抵御不了永恒生命诱惑的人们放弃一切，变成丑陋的怪物。人有善恶之分，现代文明创造了99%的善人，但100年后将消失殆尽，最多1000年。我叫蔷薇，超神学院雄兵连忠实。这正儿八经的柴火饭现在闻起来都香。还有10分钟开饭，招呼一下。芳芳，10分钟后叫大伙吃饭。知道了，妈。大王，应该是够了。看，那就是雄兵连的黑甲战士。尽量避免进城，还是找一个安全的路线。是蔷薇，蔷薇回来了。蔷薇，咱们正在设计明天的路线呢。这离巨侠市太近了，不安全。康康，我帐篷收集了不少食物，可乐、方便面之类的，你们找人过去安排一下。好。一路过来，你们有没有见到别的部队啊？有的，到处都是。现在也没办法组织起来，通讯全无。别着急，没通讯有没通讯的打法。咱们一起坐，坐一起聊聊。哎呀，在那光扯腿不是个事儿啊。我说蔷薇啊，咱们能打回去吗？你问我？不是，你是雄兵连的吗？总比我们懂得多吗？对不对？如果能把全军的通讯再拉起来，其实外星人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付。咱们或者使劲一想，就能想出一个拯救世界的办法来呀。那就使劲想。那首先咱们一定能打回去，是吧？其次呢，这个通信失灵是个啥原理啊？我知道个球啊。其实地球的土地要炸掉他们也是能炸，他们又不是科幻片那种有保护膜的。就是，对吧？你说的对。我觉得还是要把兵送到大后方去吧。
威求救了。乔威，乔威，七连的方向有人发信号弹。信号弹说明有平民，我先过去，你们赶快收拾收拾，准备营救。是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撤，撤！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坚持住，哥们儿，坚持住！维奇哥，维奇哥刚才已经发信号弹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还好，还好，提前半年就预警了。维奇哥说，那边还有最后一个撤离点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哥们儿，咱们一定会没事的，一定要撑过去啊！哥们儿，没看清刚刚什么怪物？不是从飞船上下来的吗？不是外星人吗？是。是外星人，应该说是外星野兽，我们不好对付。别怕，子弹能杀死他们。外星的狗也能全副武装了。那是熊兵连蔷薇。蹲下，外面还有一个狙击手。是来救我们的吗？不是救，是保护。这威力可以射穿装甲车。应该能翻译我的话，然后传遍全军，对吧？看清楚，红色的头发，黑色的盔甲，蔷薇，过来找我，或者我去找你。发现黑甲，两条猎犬被杀，目测能力，传说中的
空间控制。第一天，我看到惊慌、奔跑、触目惊心。第二天，一些人坚持不住，蜕变成魔。第三天，有一些人奋不顾身，忘记自我。谁也不知道自己在战争中会是怎样的人。第四天，我们发誓一定要赢回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，欢迎收看《超神学院黑甲》这一季，由我带来全新的片尾曲《蔷薇》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另外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《淳佳》，谢谢。中的花蕊会在清晨留下露水。
风暴。